当初他来我们这边啊，他讲的说他身无分文啊，他又说他生了小孩啦，没钱，因为我没有清楚他小孩的，反正他讲的说他小孩没有钱买奶粉之类的啊，我们也是有时候真的给他点钱啦、啊嗯、你给钱正常来讲是不是要回去买奶粉，对，他都拿去买粉都买酒，啊，人家说叫我回钱给他啦，说无回就这样打，我就想说想想嘛，你在路边那喝酒要五千块，说叫他回五千块，啊，都总回两次就一万啦，因为弟弟也是赚钱辛苦，加减排一半，先给你租船进去，排第一次五千而已，第一次突然就叫他封锁，他第一次讨钱就封锁，啊，我想说我也稍微给他问一下，连我也封锁，这个小丑高二啦，用了一个我外包的工读生，这个叫简黑，他找他来做装甲啦。小丑勾二给他利益来去拍了影片吧。明天啊、哦，我们就已经提出告诉了，因为这一段东西我必须先讲给大家听。小丑勾二给了这个简黑鱼给了他利益之后，而他今天没有来把这些东西、金钱各方面来还给他身边这些人。以前我们哦就有合作的哦一个厂商。当初他来我们这边啊，他讲的说他很可怜啊、嗯。啊，其实平常讲，在我们这边，他说他要成为一个直播主，连董这边可能觉得没有给他机会。对不起，我有机会。伊迄个情形，现主持讲话烂拢会喷出来，那我多，那我多啦。啊，在家我们就是给他在这边做那个直播，他身无分文啦，他又说他生了小孩啦，没钱，因为我没有清楚他小孩的，反正他讲的说他小孩没有钱买奶粉之类的啊，我们也是有时候真的给他点钱啦、嗯、你给钱正常来讲是不是要回去买奶粉？伊拢提起买烟，搁买酒，就好咩？啊，酒搁要啉好诶，讲我这小小弟啊，话碎汉，啊，我就感觉这种感觉很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讲问讲啊，你搁你有钱，你要啉酒、食烟，啊，我提起买牛奶粉，伊就讲伊即马怀才不遇啦，啊，足可怜，啊，要先借酒浇愁。对，要登记的时候讲伊足可怜，无钱坐车，搁要登记创业开便当店。对，啊，我嘛是讲坐车甲台中嘛甲几百块，我提五千呢，啊，讲外可怜外可怜，我真正是。伊半暝讲去啉酒啊，讲去啉酒，无钱去啉酒啦。啊，啉到讲叫我汇钱给伊啦，讲无汇就讲拍。我就想讲想下嘛，你伫路边搭啉酒爱五千块，讲叫伊汇五千块，啊，拢总汇两届就一万啦。因为弟弟嘛是趁钱辛苦，加减排一半，先甲你租船进去。排第一届五千啊，尔第一届突然叫个封锁。伊第一讨钱就封锁。啊，我想讲我嘛小甲甲问者，连我嘛封锁。你半暝嗲只乌龙，我甲弟弟袂当等伊困。啊，你看伊这个面子都在吃。哦，逐工陪嗲困，伊嗲只困就算了，透早起来都甲你嗲嗲嗲嗲出。那有这款代志啦，伊这人哦。我觉得我很伤心的。阿妹姐啊，阿妹你啊，阿妹就过来你看钱，阿你若偷钱，伊过来你红色对啊。这个小丑高二哈，佮全部家伙欠着钱的哈，要由你来处理。人即马计去你遐拍片啊哈，你找着伊较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看能不能请他出来处理一下嘛。然后呢，嘛是是受害者。高二小丑。给他的不管是一万两万三万或者是一千两千三千都一样，只要有给就是利益，就是要跟人家处理嘛，而不是封锁嘛。啊，你勾勒你喜欢打抱不平嘛，不也朋友哈、哦、不需要你起码谁来处理啊。我还是要给大家公正一下，那确实有在我这边啦。弟弟一罐酒多少？八九百，唔对，啉到八九百。我本来想讲台啤懵啉就好啊。我讲真的啦，伊来遮因为讲野烤仔啦，还有他的一个动作啦。我的粉丝其实很多不谅解，我其实流失很多客人，我流失这些客人，但是我如果可以帮到这个人，可以重新东山再起，我流失的客人我可以接受。对，但是我今天流失那么多客人的情况下，这样对我，我就觉得那我以后都会不太敢帮助别人。对我的打击真的蛮大的。你不要看到、欸、有流量的人才要蹭呢，才要去帮忙，没有流量的人不蹭哦。啊，现在就已经跟你讲了，这个人跟你拍片，也跟你有合作关系，就这件事情就让你来处理。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也可以帮我们看能不能为我们讨些公道吧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谢谢你。这个简培宇哈，勾二这个哈、哦，你们要赶快哈、哦，看能不能赶快出来，大家赶快先圆满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说哈、哦，为了拍片赚到了 YT 的分红，赚到了个人的利益，或是这个简培宇拿到这些应有的这些利益，拿到之后又没有还给人家，这样不好了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哈、哦、会持续追踪，好不好？